很看运气，这个图的开局太看运气，这个运气还就一般吧，一般，看情况。奥兰是先知吗？我的生活好起来了，我终于壮烈先知了，我感觉很开心。还有一个空军。班窗，上门走，上海不低头了，低头没有用。好了，这下好了。比较鸟的，说实话。来了。切着后面，一边切后面，一边追人，一边防着你，还不行吗？杀你了！老子今天不杀先知了，也不杀那谁了，不杀你了。他往左边跑。我不知道调香师在哪儿，我现在是。哎，空军还可能想着偷，你知道吗？来了。两个人在摸，然后空军过来救，空军在帐篷，这把没了他们。游戏结束，宣布游戏结束。奶毒奶也奶不活他们，再怎么毒奶他们都没了。上岸空军不用挂。回忆一下，我操！妈的，这毒奶是真的奶啊，是真的毒，真的奶，真的毒。蓄力斩，超长，我操！真就秀刀了，算了，毒奶，我毒你往中间走，哎。那也没用啊，他过半了。然后这波把空军的那个自摸逼出来，刚刚先知开的是帐篷机，地窖在这，他看见了，然后他要去开这边的电梯，我把他往墙上挂，然后顺便去杀先知，先知没自摸的。
建议直接来送了，然后下一曲。没自摸的，好。这东西是真的巨烦，完了。但这个图没有，看运气啊、哦！祭司，你妈别跑！就你别跑，你完了，你没了。就你别跑，有本事你就别跑。不看不看不看，太崩了！哇，他秒倒了，我操！车哪去了？大洞！给我趴着吧，大洞！长得跟洞似的，这就想逃跑？杀了你！哎，舒服了，地老鼠都得死。佣兵在人皇机啊，空军在右边，佣兵要过来救。哎，佣兵在哪儿、哎、来了吗？已经绕到后面了吗？狗贼还不受伤，他打断我，打他，打断他。嗯啊，我就怕他打断。空军修完一台机，应该已经贴过来了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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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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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掉下去啊！最烦的就是这种钻地洞啊！噔噔哒哒，最烦的就是这种钻地，还有这种洞，我还不能打它，还又要跳下去。狗贼，海边的台修了一点，中间木屋，先知去大船了，先知，这是骗我传送的，把你打倒。OK， 然后我再去大船，肯定是不管这个人的。大船先知，可能还有一个工具，不一定。这个人提前跑位了，什么的乙，先不管了。
他在后面，这个人是真狠啊，直接就跑后面去。木屋在修了，木屋一台，然后海边一台，可能。哇，完了！完了完了，这么大事！没了呀，这样的话电机能修完吗？操，出他妈大事了，要平了，要打开门站了，是不是要平？完了完了，没了没了，完脱了，而且还不好拦这个人，我要是上一个无人就把他带走，我还能有博弈的空间。我还能和他玩，和他们玩一玩。都在大船旁，大船下面，先知要去摸它，先防止先知回手掏，不，先知肯定不会回手掏，所以直接去佣兵那边，不一定。还是摸佣兵了，主要我怕他回手掏，所以就不要了，这个可能先知道。挂了，跑这么快，哼，睡觉。过去，没事，我就逗逗你。看看运气啊，有运气好像还可以，这个木屋有一个好东西，但这个好东西可能在躲躲着我。
他呀，我操！那考尔明这个前锋，贼烦。这个不好。我据说有个人在躲，妈的，妈的。哎呦，调试看完一台炸了呀，要被开两台。啊，你怎么动了呀，大哥？我以为我，哎，我想假装没发现他的。哇，这你都给上鸟了？你是真的牛皮。丢了丢了丢
没走掉。去饕餮的订阅。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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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过来一点了。